然后这个把这个气感这样插进去，然后这个一个开关把它推进去，然后再冲下来，它就会没气了，这个就是开关来的一个气的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就再把电源插上去，插着插着。 插完以后，这个是一个电源的冷开关，把它打过来，啊，打过来以后，这个是启动开关啊，这个是真空泵，真空泵开关，它是调节它的真空大小，这是按一下右手边的这个就越来越大，真空越来越大，然后按一下左边这个就真空越来越小，啊，就是你按调节就这两个调节就可以了。 这个基数的呢，它按一下这个就是它会清零。关键现在这个就是调的那个旋转器缸的那个压力和大小，我拔上来，然后调整它的大小，往顺时针方向越来越大，是吧？然后逆时针方向越来越小，就是你这个旋转的速度越快，它的盖子离你的越多。所以说往那边拧的时候，你在顺时针方向拧一下，然后定好那个。 压力的那个位置可以了，好，调好了，就是把它压下去。然后这个是自动，这个是半自动，点的话，如果是你人工搞的话，你就按一下，它就会转一下。你再按一下，它就是转一下。如果是转为自动的话，你点一下，它就会连续滚动。现在我转一下。 都凹进去了，有真空了，是吧？不会漏水，然后，啊，有真空做的，你看，都这个，有这个，都拱起来。